兄弟们，今天凌晨4点集合，俊头真的是太爱我了，天天给我搞到凌晨，天天就是干。第一次来这组的得签协议。兄弟们，表演一个一口一个蛋啊。别抢呀，我丢嘞！哎呦我操！这袜子真的吓人了，有点。这个堵住了，是吧？兄弟们，这鞋太难拧了，终于拧到了。哎呀，兄弟们，今天演的是个刘大该的百姓啊。这个组今天签的保密协议，所以不能下牌。毕竟啊，这大风大浪没见过，我怕起诉我就完犊子了。今天就不排了，就排干饭。咱们待会儿见。往他那边看一眼，然后走的过程中再同时看就好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然后再有其他的场次，就是马车来回过，来回过，来回过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那今。兄弟们，中午1:20，终于到饭点了，开饭，开饭。1点多才开饭，饿死我了。这叫啥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豆腐吧，豆腐包肉，豆腐包肉，吃的不够，都冷掉了，说明早就送来了，结果那个一直在拖，一直在排，你要米饭吗？鸡肉比较柴啊，有点干，有点干，没那么香。那我明天还接你来吗？来呀、啊，有钱干嘛不挣？出来干啥的？挣钱的。兄弟们，第二份出去。